抗議其中咧，就我哋大家睇到老慈禧、老佛爺都好非常之憤怒，非常之憤怒。對於 PK 等竟然自貶身價，去同啲成龍嗰輩、曾志偉嗰輩咁樣擦鞋法，咁樣唱 K 法，然後另一方面竟然夠膽挑戰老佛爺的頭條新聞，老佛爺非常憤怒，而家老佛爺出征。各位，阿猴子啊，猴子喺度，猴子被人咒了兩板啊，失蹤啊，阿蓮英喐咗去哪？不過有人跟我說，他說老佛爺蓮英沒有用的了，現在有個 新的還好過蓮英的，他叫做炳強啊，炳強啊，炳強擦鞋的功夫好過蓮英很多啊，炳強連棄子佬啊都擦到立立令的，如果他擦你啊，你對鞋真係攞去世界博覽會嗰度展覽都得啊！前所未有擦鞋獎啊！阿炳強啊，知唔知啊？各位，各位炳強啊！哇！炳強講咩？炳強同閉子佬講喎，如果你著讚我係大丈夫，你讚我係神探，你讚我係明報。赴湯蹈火，其實不是飲湯火鍋，人哋朕講咗噶啦，閂埋間房門抗疫，係唔可以唔戴口罩嘅，我就可以唔戴啫。我都講咗噶啦，閂埋道門，唔可以食啲洋煙噶啦。佢哋唔係啊。阿炳強啊，攞咗400個口罩翻屋企啊，唔戴啊！哇，同阿嗰個偉仔啊，以前喺我哋嗰個太監房裏邊嗰個曱甴咧，阿偉仔啊，佢話阿炳強幾叻啊？佢話偉仔啊，偉仔，我做太監係唔識做噶，我係睇你嗰次幫阿老佛爺倒。呢、這個洗腳水嗰陣時舐曬你，我睇到你，我就睇到前途啦，我咪擦咯，係咪啊？我咪舐埋只腳趾咯。啊，有個朝廷大臣，蒸頭叫做調身，咒我一板喎，話我。唔得秉公喎，喂阿哥，講明㗎啦嘛，我個偶像，我做太監個偶像就係阿偉仔、阿信仔，係咪？又係阿龍哥。不過當日阿李修賢唔喺度，我咪講佢咯，係咪？我見人講人話，見神講神話噶嘛。李修賢唔喺度，我咪冇。當佢唔喺度咯，係嘛？各位，阿炳強啊，走去金差大臣嗰度啊，投訴阿頭條身啊，頭條身將佢嗰啲嘢講咗出嚟啊，做咗套戲周街喺度唱啊，阿猴子啊，猴子呢度，猴子。猴子，猴子，你收皮啦！你要撐我老食爺嘅鞋，第一要學阿炳強啊嘛！阿炳強啊，佢最近讀咗幾個洋文，咁佢個老師同佢講啊，阿炳強，炳強，嗌你好難嗌，不如就叫 PK 啦，咁咪叫 PK 啊！嗱，各位學就學一樣嘢，
到義和團去作亂，我叫他穿白衫打那些洋人，打反對我的人啊，白衫打黑衫，梗係阿炳強梗係睇唔到啦，係咪啊？炳強最得我歡心就係、是、我唔使叫佢做都識做啦。炳強有個獨眼龍啊嘛，炳強啊，你知唔知啊？佢一翻到屋企咧，就戴個眼罩噶啦。其實佢係獨眼龍嚟噶，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噶。炳強走去找這個頭條新的麻煩，說他咒我一把，說他咒我炳強一把，說猴子炳強就來取締你了，你小心一點啊，你小心一點啊，告訴你聽。各位奴才，今天我在這裡分事就是，我告訴大家聽，炳強走去投訴啲庶民，你我一定定呢個頭條身死罪，你明唔明啊？我係老佛爺嚟噶嘛，我嗰只馬可以俾人投訴嘅咩？仲有獨眼龍呢只招好犀利噶嘛，隻眼開隻眼閉，神功嚟噶嘛，護體神功嚟噶嘛。嗱，我而家正式，各位老財，以後阿小豪子廢咗噶啦，呢、這個認住炳強，仲有各位，我而家都想封啊！鬼仔阿龍仔入宮，鬼仔龍仔入宮啊！阿炳強需要日日見到你，俾啲啟示佢啊！嗱，各位呢啲完全冇反應，呢啲完全冇反應。炳強出嚟剝你班奴才冇反應。嗱，炳強嚟啦！炳強，啊你仲喺度，你仲喺度畫畫喎，仲喺度記低喎。我炳強唔幫你，一啲都唔住。炳強出嚟啊！快啲炳強！猴子走佬啦！嗱，各位，我將啊你哋嘅偶像炳強擺喺度。你哋要敬仰佢，嗱佢就係得閒睇阿偉仔倒水，得閒睇阿偉仔擦鞋成功嘅，你敬仰下佢，你敬仰下呢位偉人，我識佢，敬仰下呢位人，嗱。如果他不會因為被人告發，我不炒他都不行的話，他就是以後的 大總管。你們要他記住啊，向他三鞠躬啊，向他三鞠躬，我擺在這裡永垂千古。阿炳強，阿豪仔走了佬啊，找埋阿偉仔，阿龍哥入宮啊。啊！記住啊，保持獨眼神功啊，隻眼開隻眼閉啊，係嘛？有色盲啊！記住啊，啊！好，走啊你喎，西太啊！你哋仲唔出嚟喎？仲唔出嚟喎？仲唔出嚟打個邊爐喎？食個煙喎、啊，攬住唱喎、啊，朋友喎、啊！抵你哋班奴才！冇得撈啦！好，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不容剝奪，不容剝奪，天地兩權，天地兩權，打港台，打港台，可恥，可恥，可恥，可
咁我哋而家咧就工黨同社民連有個聯合聲明，我哋請郭永健你用翻呢個。先讀聲明，咁嘅意思咧就係、是。係各位傳媒朋友，今日嚟到咧，我哋係抗議一哥越權打壓港台新聞自由，岂容踐踏？港台節目咧，頭條新聞喺1989年開播以嚟，一直都係嬉笑言下針砭時弊，俾普羅大眾咧係認識時政。但係咧，2月14日播出嘅一集當中咧，名為《警方訊息》環節係諷刺警隊遭人稱 PK 鄧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廣播處處長投訴，話內容咧係抹黑警隊、顛倒是非，對節目咧係極度遺憾。工黨同埋社民聯咧認為警權過大 ，PK 鄧咧成個土皇帝一樣，任意干涉其他政府部門嘅工作，即使係保安局局長同埋特首。都不應該咧係干涉傳媒和無視呢個新聞自由，而 PK 鄧嘅所作所為，軍政府試圖控制傳媒咧係一樣。我哋見到基本法27条同34条係保障香港居民有言論自由，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咧都係保障意見、維護新聞出版同埋資訊發表自由嘅。而林鄭月娥在2017年的3月更加簽署了新聞自由約章，所以呢我們看到其實現在政府呢是縱容 PK 鄧蠶食我們的新聞自由，好像就好像這個去年的逆權運動以來，警方不斷去信傳媒施壓，說呢、這個傳媒是抹黑警方。我們看到無國界記者組織已經將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下跌了3位，排到去73位了，是被歸類為問題顯著，香港新聞自由是岌岌可危。 PK 等作為這個最大的執法部門首長，應該約束自身的權力，捍衛基本法保障人民的自由，但是他只是失去出席派對、插科打韻，和藝人在這裡談笑風生。咁我哋見到咧，但係面對批評警方諷刺時弊嘅時候咧，佢就發信投訴。呢樣咧無疑係施壓港台，意圖封殺節目。工黨同埋社民連今日嚟到警察總部，係要抗議咧警務處打壓港台新聞同埋創作自由嘅行為，要求 PK 等咧係撤回針對節目同埋所有媒體及記者嘅批評。承諾不會再干預港台和其他傳媒的編採工作，立即公開道歉。PK 鄧道歉。PK 鄧道歉。打壓新聞自由可恥。打壓新聞自由可恥。PK 鄧道歉。PK 鄧道歉。打壓新聞自由可恥。打壓新聞自由可恥。咁我哋跟住請岑子傑議員，我第一次咁叫你，老實講。其實冇咩講嘅，我只係覺得阿鄧炳強好戇居啫。即係警隊飲飲食食就唔單止淨係去同啲明星過氣明星食飯嘅，再做一個星期就喺黑社會隔離房度食飯啊嘛。佢哋兩邊係冇關係嘅，係啦，即係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就單個個星期啲差佬就走去吃喝玩樂，呢個係啲人睇到噶嘛，係咪？然之後頭條新聞，佢係盡佢嘅職責，去用一個節目針砭時弊，去為民發聲，呢個係佢盡佢嘅責任。鄧炳強喺一個抗疫咁重要嘅時機，佢喺度做乜嘢啊？鄧炳強原來睇電視啊！即係睇完電視都唔緊要啦，仲要無端端去寫封信去鬧港台，都唔到佢管，佢亦都冇權管，亦都係違反咗基本法賦予我哋香港人。的創作自由、新聞自由，你可以告他抹黑咩？你可以告他肥胖咩？你又告不到的嘛？整件事他的回應就只是證明到警方一是去了吃喝玩樂，一是就去了看電視。抗疫工作做了什麼啊？你會見到現在有很多家居隔離，警察是應該去做一些突擊檢查，確保那些被隔離的人是沒有離開家的嘛。
香港三萬警隊依家有幾多人社區隔離緊咧？竟然話俾我哋聽，警隊唔夠人，要揾埋消防處去做，要揾埋懲教處去做，成件事咪即係你粒水咯？係咪啊？打示威者嗰陣時候又唔見你唔夠人，係咪啊？幾排放埋兩個水炮車出嚟，見到啲警察係幾排見唔到龍尾咁滯，即係打市民，佢哋就成人山人海去防疫，就要揾消防、揾懲教處。喺抗疫期間，佢唔係吃喝玩樂就係睇電視。警隊，如果你梗係覺得悶黑嘅，你就做翻啲嘢俾市民睇。我哋依家市民就係見唔到警察真係抗疫啊嘛，大佬睇到啊嘛，喺個遊輪度救護就送啲人上呢一個白車，然之後呢班警隊就匿咗喺船尾。即係呢一個就係香港市民睇到嘅。如果警隊真係覺得係被抹黑嘅，咁你咪做翻為香港人做事嘅工作咯，唔係喺屋企睇電視啊嘛。所以我真係覺得鄧炳強係非常之惡居，佢每一次做嘢、每一次講話、每一個回應，都係秉承住警隊一直以嚟低智商嘅作風。即係我哋香港人係冇可能靠個政府去救我哋噶啦。即係警隊就喺度飲飲食食同埋睇電視，林鄭又唔知喺度做緊啲乜。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即係努力自救，身體平安。咁我哋跟住請何偉航。大家好，頭條新聞咧係家傳户曉、老少咸宜嘅新聞節目，由細睇到大噶啦，我哋個個都咁啊。最近呢個 PK 等咧又有出封信咧鬧港台。我哋細個嗰個年代咧睇啲咩節目咧？啊，笑聲救地球係嘛？點解咁好笑？全部都係同政治內容有關係。但我哋見到今日咧，竟然係一個節目，一個頭條新聞，一個小插曲嚇、啊，即係一個好部分，唔係成個節目都係講即係警察嘅暴行啦。係一個小嘅，可能幾分鐘嘅啫，都竟然係用封信去鬧佢。我哋見到依家嘅警隊係非常之荒謬，佢哋做緊嘅嘢咧係完全倒行逆施，同市民嘅所想所求咧係相反嘅。我哋亦都係見到佢同啲藝人喺度攬頭攬頸，嗱嗰啲藝人咧都係一班係同佢哋以往。啊！好耐之前咧，我哋嘅成龍係嘛？阿龍哥或者龍哥都用民主歌聲獻中華，嗰堆嘅藝人咧，係真係變咗個虛偽嘅藝，竟然咧同我哋攬頭攬頸喺度吃喝玩樂，啊，仲係公然喺室內裏面吸煙。咁啊，呢啲嘅情況咧，係市民係非常之唔容許。我哋見到咧喺暴力嘅鏡頭前面咧，警察係忠誠勇毅，但係咧，喺呢啲嘅平常家前會嗰個節目裏面咧，就係一絲都唔放過。我哋咧係非常之憤怒，咁咧喺度咧就希望咧促請咧呢個嘅警方咧係立即撤回呢封嘅譴責港台嘅信件，同埋要即刻同港台道歉，即刻同頭條新聞嘅製作團隊道歉，亦都要呼籲咧頭條新聞嘅節目團隊咧，繼續努力，繼續製作更好嘅節目，希望黃喜呢個嘅角色可以繼續延續落去。頭條新聞，喂！頭條新聞，喂！香港電台，喂！香港電台，喂！天氣等，天氣，天氣等，冇計，天氣等，冇計，係嘛？你係老實講，你呢個你可以問啦。有冇警察派啊 PK 等同埋啊嗰個咩叫啊許 Sir 啊，係嘛嗰班就有冇人派佢擦啊曾志偉嘅鞋啊？冇噶嘛，係佢哋一見到班戲子佬，覺得自己矮咗一橛啦，擦都唔係咁擦啦，擦都係擦第二啲人啦。呢個第一，第二嗱，你鄧炳強仲投唔投訴先？如果人哋啊全香港話你啊？要解釋啊？點解啊？喺房裏邊啊，食煙啊，唔戴口罩啊？鄧炳強攞咗幾個口罩翻屋企啊？
而家唔使啦，唔使諷刺你啊！我而家話俾你聽啊，鄧炳強，阿 PK， 我報你啲家忠誠勇毅，扶清滅洋。嗱，我話俾你聽，我只要求一樣嘢，准佢帶埋曾志偉、方中信、成龍，加埋許 Sir 上去港台一個節目，叫頭條新聞，公開辯論得啦。嗰個真係頭條新聞。你講，你講啊，機器人，你夠唔夠膽？如果唔夠膽，你收翻你個投訴。我都再問你，你仲投唔投訴？你仲投唔投訴啊？我投訴你啊！聽到未啊？投訴人，邊個警察派你去擦下曾志偉鞋㗎？擦曾志偉使乜啫？買張戲飛，買影碟咪得咯？係咪啊？唔使你去做㗎嘛。所以我而家講，嗱各位，各位奴才，做老財，做奴才咧，講呢個忠誠勇毅又冇緊要嘅，最緊要學義和團咁呢一個。扶清滅洋，勇字派嗱，阿炳劇呢個頭條身咁串，我派你出去，帶埋阿偉仔，帶埋阿信哥，帶埋阿龍哥，帶埋阿許子，喐佢，喐佢，唔使投訴，扶清滅洋。有冇邊位想發言？嗱，我諗大家好清楚知道咧，其實頭先大家我哋嘅發言裏邊咧，大家係對呢個 PK 等係非常之係憤怒。其實咧有一樣嘢係未講咧，就係其實佢 PK 等咧係將成個特區政府包括林鄭嘅班子咧係 PK 化咗。點解 PK 化咗咧？嗱，大家諗下成件事。一個警務處處長投訴另一個嘅廣播處處長，下面一個嘅頭條新聞，香港電台一個公營嘅電台，依個係兩個唔同嘅政府部門。點解林鄭佢嗰邊、張建宗佢嗰邊可以容許呢啲咁嘅事發生啊？大家諗清楚，依個係即係想將我成個管治咧係 PK 化咗嘅。怎可能啊？一個正常的政府怎可能會發生一樣嘢？然後跟住呢，林鄭竟然縱容 PK 等這樣做，不敢出聲。現在是不是黑警治港啊？林鄭走埋一邊，人都是這樣啊？現在看到是這樣。第二樣嘢是成單令到香港的，現在大家很多警察朋友 的警察在這裡，警隊在這裡，其實你們都被 PK 等 PK 化了。哦，原來你們根本整個警察訓練學院是廢的。我相信立法會呢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裏面呢就要修訂個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撥款呢就不廢了整個警察訓練學院了，只是大家上 YouTube 看戲就行了。還有呢，有個現在警察學院，其實我們有一次呢，我記得我們去過黃竹坑那個，好像是不是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拘捕我們，我忘記了。哇，那個黃竹坑警察那次拘捕我們去呢，那個警校是很大的，很正的，最好拿來做什麼？隔離營。是的，那個最好拿來做隔離營。為什麼呢？根本大家在網上學習，回家看那幾齣戲呢就搞定了，唔使訓練啦。然後跟住成個警察訓練學院就攞嚟做隔離營，真係依個咧係唯一依件事。如果真係咁做咧，依件事佢同嗰啲唱 K 咧最大嘅貢獻係依樣嘢嘅啫。佢自貶身價，變成咧可以廢咗成個警察訓練學院。所以咧，成件事係香港特區政府真係 PK 化。所以當他一上場，即是他沒有改錯名字， PK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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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
聞自由，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新聞自由。好，多謝大家。咁大家我哋收信。咁啊，警察跪低。太后，喂，太后交信啊，真係唔係好啱啊！即係點可能太后交信嘅真係？太后，太后小姐好。班聖子，班聖子，班聖子，天機等，接旨，接旨。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不共黨啊！新聞自由，不共黨啊！新聞自由，不共黨。新聞自由。好 ，OK 啦，唔該。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咧，就係向鄧炳強提出我哋嘅抗議。鄧炳強話港台嘅頭條新聞。是這個污蔑這個香港的警隊投訴是嚴重地侵犯頭條新聞的創作自由和港台的這個編審的自由亦都是打壓言論自由不過鄧炳強自己在跟這個明星足球隊的飯局裡面你看到了他律人嚴律己寬我跟你說鄧炳強為什麼不戴口罩為什麼見到有人吃煙你由得他點解你同佢哋講？俾個 like， 赴湯蹈火。你三十幾萬人工，統率30,000個警察，啲藝人俾個 like 你就赴湯蹈火。你咁樣樣失格，飲飲食食擦鞋，你係說服唔到香港人。你怎樣廉潔奉公不能夠奉公就自然會出現元朗721警黑航下一氣襲擊平民的事件你證明不到你自己是秉公我們就有權用獨立調查委員會查你我再問你你仲投唔投訴？你投唔投訴？如果你投訴嘅，上港台接受訪問，帶埋曾志偉去。你話你喺區議會講嘢咁，你係睇佢嘛？準你帶埋佢去，準你帶埋成龍去，準你帶埋嗰個許 Sir 去，垃圾！工黨咧同埋社民連咧，今日嚟到咧係認為警務處處長咧，基本上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大家睇到佢同啲明星足球隊咧飲飲食食喺度擦鞋，甚至咧喺度話只要俾個 like 咧就會赴湯蹈火。我認為咧，作為警務處處長係由我哋納税人係俾錢佢，由納税人咧去出糧俾佢嗰30,000個警察，絕對咧唔會因為。不應該因為政見，不應該因為是否支持警隊而去偏可地執法。但很明顯，過往警方是不斷地樣，只是會去聽那些支持他的人的說話。而對於批評他執法，對於批評他沒有去遵守警例，沒有遵守法例的一些批評，是完全置若罔聞。所以呢，鄧炳強作為一哥呢，其實是完全失格，甚至呢是羞辱了咁多年以嚟，我哋見到係警隊所建立嘅聲譽，亦都係咧羞辱咗我哋成個特區嘅政府，亦令到咧香港市民再一次睇到警察咧係可以冇底線咁樣墮落落去嘅。